是好女人还是坏女人，看这4点就够了。如今的人都戴着面具，埋没本性，以假示人，男人们就很苦恼。那究竟要怎么看一个女人是好女人还是坏女人呢？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，主要是你自己要用心，多观察一些细节。女人的细节里透露着她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是好女人还是坏女人，就看这4点就够了。好女人知足，坏女人贪婪。常言道，知足常乐。人因为有了贪欲，所以丑恶。一个女人不管外貌怎么样，能知足的女人是好女人，贪婪无度的女人是坏女人。贪婪的女人永远得不到满足，和她们生活在一起是非常痛苦的。好女人善良，坏女人恶毒。善良是女人最重要的品质。善良的女人对待万事万物都有仁慈的心。善良的女人是好女人。恶毒的女人是坏女人，善良的女人懂得慈悲他人，所以她们对待感情还是什么都很认真。同时，善良的女人比较好相处，为人和善，为他人着想。好女人本分，坏女人花心。一个本分的女人是男人最青睐的，我相信不会有哪个男人会找一个玩弄感情、花心的女人。感情贵在专一，感情也是自私的。花心的女人其实就是没有主见的表现，总想着依靠自身条件玩弄一个又一个男人的感情。好女人自重，坏女人轻浮。自重的女人是好女人，轻浮的女人是坏女人。贞洁可以说对于一个女人是最重要的东西，万一失去了，不仅名声受损，而且还会招人异样眼光。轻浮的女人男人千万不要轻易沾染，这样的女人男人要离得越远越好。是好女人还是坏女人，就看这4点就够了。你是坏女人还是好女人呢？